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恭喜你要当爹了。你有了？胡说，我跟你清清白白好吗？怪我怪我，都怪我不行，我不够努力才能让夫人与我清清白白。那个张雪飞跟你可不清白啊，太医都说了，他身怀六甲，一定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夫人冤枉，那张雪飞我都没碰过他一下。夫人明察，这辈子我只和夫人你生孩子。谁要跟你生孩子？好了好了，说正事。张雪飞怀孕这件事一定是张文清的阴谋。这段时间我不能回侯府，张元清以为我身陷宗正司大牢，一定会对你严查，你万事小心。他已经设计陷害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抓住他的狐狸尾巴。而且张雪飞是这件事情的关键，我已经要魏红鹤盯紧他了，一定会有线索的。剑儿，你未免太过信任别的男人。我都已经相信张雪飞的孩子不是你的，还不够信任你啊？夫人深明大义，为父无以为报，只有以身相许。